同学们，几年来，你们作为云南人，以战狼般的精神，以难得的速度与激情，实施一次次的红海行动，取得了一个个王者荣耀，既无愧于自己的芳华，更厉害了我的云南。我多想再看看你们到文华楼上课，到理工楼做实验，到图书馆阅览，到56创碰撞激情，再吃一块做一煎饼，喝一杯木易咖啡。但是，同学们，你们毕业了，学成了，你们必须仗剑走天涯，离别。虽然扎心，但这是成长。正如你们年轻人所唱的：“强国一代，有我在。”我要幸福，我厉害。幸福人生奋斗来，我要献出我的爱。我为你们打 call。有自信，新时代要跨越新关口，啃硬骨头，只有。刻到骨子里的自信，才能挑战自我，超越自我，战胜自我，成为这个时代的头号玩家。总之，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，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。借势就是挑战，以人之长，补己之短。或以己之长补人之短，构建协同创新的英雄联盟，这样你就会像葡萄牙的 C 罗一样，成为谁一样的存在。同学们，你们颜值与才华齐备，气质共涵养一色，相信你们一定会在新时代的征程中书写出精彩的人生。最后，我想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，结束今天的致辞：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，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，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。同学们，听从召唤，爱你所爱，行你所行。